大家过年好！我在这里祝电视机前的朋友，还有现场的爷爷奶奶们身体健康，祝愿小朋友茁壮成长，祝愿美女们越来越漂亮，祝愿帅哥们都像我一样。 喂，爸呀，我那快递你给我取哪儿去了？取我妈？嗯，哦，我妈都走多少年了？嗯，爸，你是不是骂我了？喂，喂，你看这老头，电话给我挂了。你说现在生活条件多好，我爸呀一点新鲜事物他都接受不了。刚才给电话了，一给我一顿训，一会儿回来呀，还不知道咋整呢，先回家。 大家过年好啊！改革开放40年，幸福生活比蜜甜。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可我这败家儿子天天霍霍钱。你看我一会儿回家怎么收拾他？打他！打他！趴下趴下！快点趴下！别来呀！ 跑毒了，哎哎，啊！你干啥呢？吃鸡呢，来吧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啊！趁着年轻，你不知道吃苦，将来你就得吃亏，一天就知道吃鸡。我看你早晚得痴呆，打他！我瞅你这出，我咋这么想盘你呢？啊！ 是不该盘？盘！爸，你背背是老盘我，再说你跟我说话就不能心平气和的。心平气和？我一看这破盒子，我这气就不打一出来。来来，你别玩了，你过来。来，我问你，这一个月了，买5-6个枕头，想干啥呀？不你说的吗？啊，说手机有辐射，晚上睡觉得离枕头远点儿。你离得远了吗？远了，我把枕头扔了，搂手机睡一宿。 看着没有？看着让我看你是真想耐盘呢！我看着。哎，爸，这么近的射程，没必要用这生化武器吧？爸，你咋说我买这玩意儿没用呢？我给你买衣服了啀！你跟我买什么衣服？我这儿子该说不说挺孝敬，虽说气我，但有时候，哎呀，他知道心疼我，但这衣服啊，你就别买了。 老爸这衣服穿的多板正啊！爸呀，你那衣服那年龄比我岁数都大，还穿这？给我还买这衣服？来来来，得脱了，对，我试试来。来，穿上，来，穿点，穿上，看看啥效果啊！来来，这来这，哎，看看，嘿嘿嘿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带钉子呢？这个，这叫时尚，这叫潮啊！时尚就扎人呐！哎呀。 爸，你就穿这身儿，到楼下的广场跳广场舞，纵个广场舞方队，看着你，你都是老大。呵呵，我要穿这身衣服去跳舞去，那我就是老大他弟弟。谁呀？得老二了。这不挺好看吗？好啥看呢？好看就扎人呐！我穿这衣服，我跟哪大妈跳舞，谁跟我跳啊？那不得扎一身窟窿啊？看出来了，是不是不喜欢这个风格？不喜欢。儿子，给你换一个。 这个风格你一定能喜欢，这祸害钱就是，这什么衣服这是？嘿，嗯，哎，你别说，这帽子老爸还真看好了，是啊，哎呀，这多大风他也刮不丢啊！哎呀呀，爸，哎呀，这个不是这么的，这是用手捏的，捏，对，你看着，捏，哎，对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啊，好看吗？ 哎呀，啊，还得捏。嗯，那我穿这身衣服跳广场舞去不合适。嗯，嗯，咱这身就不能跳广场舞了。跳啥舞？我教你，把立正啊，来，挺胸，收屁股，稍微屁股撅翘起来，翘起来，手捏住这两个地方啊，看着我啊，来看着我啊，眼睛要看着大家，色眯眯的看着大家啊，来了啊，来了啊，来来 1-2-3，Go。 咋的？
爸，我这舞蹈是不是帅？哎呀，你这舞蹈跳的该说不说呀，确实有点缺心眼儿。爸，我发现你咋就不接受不了这新鲜事物呢？我能接受新鲜事物，我接受不了你。我咋的了？你这浪费钱。浪费钱，这不都给你买的吗？给我买的我喜欢的玩意吗？啊，这叫跟你沟通。你咋沟通的？沟通有这么大声的吗？你先跟我喊的。我跟你喊好了，不跟你喊了。哎呀，我是管不了你呀。哎，我让你不喊，我让你不喊。哎呀，你给我。我不给。你给我。我给你还得打我。你给我。不给。哎，你给我。你给不给我？不给。你给不给？我不给。你喊，你让他跑去，你抓住我盘，你别说啊，盘我也不给你。你让他跑去，你给我回来，我就不给你。你回来去，我不给你回来。你给不给我？我给你，你别打我，你给我吧，给。我不信。哎，谁呀？大过年上你家拜年拿鞋呼我呢？哎呀，我这教育这败家子的，挺大呀。我38号脚。我说这味儿大。别扯淡，村叔，你看我爸打我。哎呀，他村叔来了哈。哎呀，三哥，干啥呢？我跟你说，小兔崽子，我跟你俩没完。三哥，恕我直言呐，你这是打扮，你说他是小兔崽子，有点不合适吧？给你这话、哎、行了，别吵着了，三哥。正好他春叔你来了，哎，你给屏幕这里坐。哎呀，你说现在咱这日子过得咋样？那还用说吗？成好了。那你说这日子过好喽，咱们就祸害钱吗？祸害钱那能行吗？咱小时候那时候都穷啥样了，对不，三哥？哼，哎呀，现在这些年轻人呐，我真看不惯呐，他们是没吃过那些苦，所以说他就不知道珍惜生活。站，上旁边出去，唠嗑都没听着啊！我跟，哎，对了，这买的啥呀？加油的，加92的还是加95的？给足球队加油的，看着没有？这不闲的吗？你看球你就看呗，咋的？拿自己当裁判了？你不吹他不踢呀？你吹了，中国队进球了吗？爸，这是一个球迷的心态。当我吹起小喇叭的时候，我内心澎湃，我一澎湃我就开心。别说200了，500都值。花多少钱买的？200。就这么个破玩意花200块钱？他春叔，你看看，你说这值200吗？这玩意可不值200块钱。大笨呐，你有点给高了啊！啊，这怎么能值200块钱呢？哎、拿了你别给我整坏了。你看的是个喇叭，其实它是个乐器。你蒙谁呢？啊，那破喇叭它怎么能是乐器？来，我给你吹首歌，你走吧。我大过年的，我往哪去？哥的名字叫你走吧。三哥，你上旁边吹，咱们不懂，你还吹一段。行，你吹一个，来吹一个，我听听。我看你那歌咋吹的来。你走吧。哎，哎呀！这什么乐器这是啊？这就是祸害人！我给你踹碎了，再给你吹吧。什么孩子呢？我就心，200块钱干点啥不好？啊？你说你，吹，来吹吧，这回让你吹，我看你还咋吹的。来，你再给我吹响子来，来吹吧。吹呀！来，哎呀，你这脾气咋这么暴呢，三哥呀？我你咋稀碎似的？给你吹，这回你吹来，我你咋吹的？这回都吹不响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帮孩子，
我跟你说呀，我你再吹，我连你都踹扁了，你信不信？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三哥，你消消气吧，三哥。大笨，我看看那玩意儿来。还别说，真值二百哈！不，你是哪伙的？三哥、啊，就这点小事，不至于啊！快坐着吧，来。这点小事，我跟你说，就平时他那出我就看不惯。我平时咋的了？我平时啊，就你那习惯我就看不惯。我啥习惯了？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蹦迪带护膝，喝可乐加枸杞。白天玩一天电脑，晚上开车去锻炼身体，你说你这是什么习惯？我感觉我这习惯挺好的。没事儿啊，你学学老爹我的习惯。对，大笨，你学你爹习惯。不，你爹啥习惯？他习惯好，早上4点半上公园撞树去，当当当当，就可那一棵树撞，给那树撞的都打点滴了。不，那是打点滴，那不是驱虫的吗？行，你撞树你不习惯啊，你觉得不好看，你没事，你跟爹学学打拳也行啊。哎呀，行啊，三哥呀，你还会打拳呢？你别听他说啊，他打那拳呢，太吓人了。我说大笨，你笑啥？打拳有啥吓人的？你问问大笨，他是不懂。我呀，独创了一种拳。狮吼功加螳螂拳，这趟拳我不是跟你吹，我就在公园一打的时候，那里围的里三层外三层的。来，三哥，你打一打一套，我看看，长点见识。打什么打？不打，打一套呗。这说那个，你先别夸他，你让他打一段之后，你再夸他。来，让他打一段。整一段，我也长点见识，学一学。你先他就整一段。哎呀，这趟拳来的不易呀。有一天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教我一宿啊，我就学会了。春叔，你看看啊，这套六亲不认的拳法你不害怕呀？哎呀，三哥，别打，你等一会儿还有一下子。哎呀，行了，三哥，别打了。怎么样，这套拳？该说不说的，这套拳打的挺护食啊。不，你那意思，我这拳不对呗？爸，你就没打对过。我啥不对？啊，你对，你啥对？我都跟你说了啊，练武术、全民健身是个好事，你报个班，好好学学。报班不得花钱吗？你花钱你也能学到真正的玩意儿啊！你花钱了，你学到啥了？还我学着啥了？啊！我18样的武器，我样样精通。哎呀，还样样精通？我看你是样样稀松。我稀松也比你强啊！啊，这你说的哈，你比我强是不是？这么的，当大伙面，正好你春叔也站着呢，咱俩磕一下子。来，我。你看，今天我就盘你，咱们盘呗，来吧。村叔，我不能跟他盘，为啥？他是我爹，我能跟他动手吗？对，孩子咋跟你俩打呀？不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你真的，你选家伙事，你选武，选兵刃吧。你们爷俩就点到为止，行不？行，你选兵器。那我先选，选吧。我选棍儿。你听着没有？花钱就学这玩意了，还棍儿，那叫棍。别管啥了，还棍儿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吼吼哈咦，嚯嚯嚯嚯嚯，能咋地呀？嚯嚯嚯嚯嚯嚯嚯，能咋地呀？嚯嚯嚯，能咋地？能咋地呀？嚯嚯嚯嚯嚯嚯，能咋地？嚯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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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咋地呀？啊，能咋地呀？能咋地？嚯嚯嚯嚯，哎呀，三哥，嚯，我让你嚯，来，我看你嚯嚯一个。听让你霍，我让你霍霍，把你赖皮怎么的？
咱俩比的是棍儿，你那是树啊还是棍儿啊？我这是树棍。得了，三哥呀，刀剑无眼呢，别伤着孩子。我告诉你，没使铁棍，我就对得起你了。行了，行，行了，行了，三哥，你俩比就比我得了。来，这回这么的，不使兵刃了，啊，这回你不学过什么擒拿吗？来，当大伙面你擒我一把来。爸，你说大过年的。擒拿杀伤力太强，知不知道？我咔咔咔咔咔几下子，胳膊腿儿给你整坏了，咋整啊？我告诉你爸，村叔，这屋就是没有外人，要有外人的话，我这咔咔。村叔，你过来。大笨呐，你别给我乐着，你别给我掰折了，我再呀。我教你，来，假如有坏人抓到你头发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来，来试验一下，来。双手合十，摁住你的手腕往下压。哎呀呀，哎呀妈，大笨呐！哎呀，折了！哎呀妈呀，三哥呀，这孩子功夫啊，挺呢呀！哎呀，你干不过他呀！哎呀，我儿子是挺厉害哈。儿子这么的，来，当大伙面你擒老爸一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没事，爸试试来。胳膊腿儿给你整坏了。来。啊，你亲爸一把来，抓我来，我抓你来，双手合十啊，还哎呀，我让你亲了啊，三哥还是你呢呀，大笨，你没啥事跟你爸多学习学习那个护身拳，服不服？不服，服，服了没有？服了，服了以后就得听我的啊，行。我告诉你，以后那些没用的东西不能养回，再给我买，听着没有？听着了。啊，把你买回那些破烂，手术都给我扔了，我看了就心烦。村叔，你讲讲理啊，还我那些破烂，你那么多破烂，你咋不扔呢？我那都是有用的，你买的都是没用的。村叔，你看看啊，他这玩意有啥用？来，这搁好几十年了，还鸡毛掸子，全是灰。这个手电筒也行，这电池你都买不着，还有这个日记本，一个字儿都写不下去了。你要这玩意有啥用啊？你给我捡起来！你看看，这是笔记本吗？这是账本。那钱不都还完了，你就扔了呗。钱还完了，情义不能忘。儿子，你忘了吗？你小时候咱们家多穷啊，要吃没吃，要穿没穿呐，那衣服是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啊。没有这些老亲少友左邻右舍帮咱们，咱们能熬过来吗？现在改革开放，日子好了，咱们更不能铺张浪费，更不能忘本。这个本儿啊，我不但要留着，我还要传给我孙子，我让他记住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大笨呐，你爸说的对，你爸一个人给你拉扯这么大不容易，多听听你爸的话。三哥，我也说你两句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咱们老哥俩呢也多跟孩子学习新鲜事物。行了，你弟妹呀把饺子都包完了，其实我就来找你上我家来吃饺子喝酒的，过年走吧，你们爷俩别忙活了，上我家吃饭去。不跑吗？走吧，跟我喝计啥？你等一会儿，上边去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玩意质量真不错呀。